啊，善恶决定有报。想到决定有报，我们立刻就联想到在灾难，能避免吗？我们认真修行，大慈大悲，啊，求佛菩萨加倍，这位慈悲加持，啊，让这个灾难化解。假如我们自己是佛菩萨，我们怎么处理呢？饶恕他们，让灾难不要发生。可是这些人呢，不相信因果，也不相信佛菩萨，说佛菩萨说因果都是胡造谣言，他们作恶变本加厉，造得更严重啊，越造越重，佛菩萨怎么办？到最后，连佛菩萨也被他毁掉了。他堕落的地狱真的是无有出期啊。那么，如果是这样的赦免他，是不是给他加重作恶的机会，让他将来受更痛苦的果报？是不是这样的？这样一来，你的大慈大悲在哪里？啊，所以佛菩萨讲慈悲，慈悲是讲理智的，不是感情用事的。我们今天还是情智，是感情，不是智慧。啊，那我们想错了，看错了。啊，小孩做错事情，父母不惩罚他，爱他，干更大的坏事。那如果做错事情，小孩狠狠地教训他一顿，以后他不敢做坏事。你说这个处罚是慈悲还是狠毒呢？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不能溺爱啊。溺爱的罪非常重啊，他将来堕到阿鼻地狱，永不翻身。你当时为什么不惩罚我，不把我带回头？你让我做这么重的罪业，他能饶过你吗？学生小时候不懂事，他长大会开悟啊，他会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世事千变万化，佛法没有定法了，佛法是活活泼泼的。因人、因事、
因时因地千变万化，佛没有定法可说。啊，佛只守住一个罪，一个原则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这是佛法终极的目标。啊，佛法的教学落实在断我修善。我是苦的根本，觉悟是乐的根本，令一切众生知苦乐法，这就用教育做手段。啊，佛真正慈悲，天天在教。啊，谁听得懂？刚才讲了，真诚心的人，恭敬心的人，沉静心的人，听得懂。没有这个条件，听不懂啊。听不懂怎么办？多教，一遍一遍，不断让他学习。从听不懂慢慢就听懂了，这慈悲到了基础啊！啊，那么惩罚，惩罚不是上天惩罚，不是佛菩萨惩罚，要知道，这什么惩罚？是自己造的业来惩罚自己。自作自受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与佛菩萨不相干的，佛菩萨绝对不会惩罚你。啊，所以到最后谁惩罚了？因果惩罚自己，这个没办法了。你自己造的因呢，你自己要感受过。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丝毫不爽。啊，佛菩萨帮助我们，如是而已。